弟兄姐妹早上平安。本日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一至九节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一至九节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身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呢？看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乃求利益，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，以凶恶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上。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，用麻布和灰炉铺在他以下吗？你们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轭吗？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们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并作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，必应允你呼求，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中间除掉众恶的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这是上帝的道。感谢上帝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打开我们的心房，打开我们的智慧，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得以改变。我们不单只要听到，我们要领会到，到最后我们要行到，也要做得到。所以神啊，感谢你，让你的圣灵带领我们。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很快时间过了。2023年一个月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个月了。他好像我在书信里面写，我不知道华文的版本是有没有写到这一点，我们的昨天是越来越多，我们的明天是越来越少。但是不是在于天多还是天少，是在于你每一天用的每一天，你活的每一天是否有意义，还是你浪费掉。我保管我可以跟你说，在这世界上有九成的人每一天都是浪费掉，尤其有了手机更加是浪费掉。我们又来到了差不多要到了大灾时期，为什么我们在传统教会有这种大灾四十天的禁食？可以不禁食吗？可以不吃吗？一定要被禁食吗？有一些独立教会就说，哦，我们不要这种的，我们要在国庆日之前的四十天来祷告，为国家祷告。
可以吗？可以，一样都可以的，只要你肯祷告，你肯改就可以了，哪管是哪一天。这只不过是教会的一些传统，我并不是说它不重要，它给我们一种规律。我们人做人的时候有一个规律，东西就很容易做了。你每一天早上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吃早饭，然后去做一些什么工作，你只要有一个规律，它就不辛苦了，它就是成了个习惯性。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一直的改变，你一直的好像是没有方向的苍蝇啊，我们广东话叫盲头乌蝇啊，就是一个没有眼睛盲的，你曾经有一种苍蝇哦，飞来飞去撞来撞去的那种，你的生命呢就会越过越惨，越过你现在不知道下一秒的事情，但是你有规律，你就很容易。你知道我现在好，就好比我们的崇拜啊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的崇拜不是圣灵带领，哎呀，你听那些所谓灵恩超灵恩派的人，灵恩是好，超灵恩是坏。超灵恩派的人，哎呀，没有这。那天有个人说，哎呀，以前我唱歌，哇，圣灵充满，哦，唱歌就圣灵充满，你不读圣经了喽？你要圣灵充满，你真的要圣灵充满，你扛得了吗？你受得了吗？因为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就是要你做大事，就是要你去为神做事。你敢吗？哦，我要圣灵充满。然后圣灵充满了做什么？长胖啊！我看我很喜欢贾森，他的歌声非常好，我很妒忌，我羡慕了，不要说妒忌。我有这么好的歌声呢，天下无敌。但是我也知道嘉森有多大的年纪。我们在我在看呢、啊，我转身看，哇，这么多年轻人，年轻人，你们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圣灵充满，你上来领诗了以后，哦，爸爸都在偷笑了。把你的女儿都推上来不要紧，不会死的。所以有规律的生活。那么我们要今天要讲了，说哎呀，牧师今天是一定是要讲禁食，不是？因为禁食是以前，很久以前呢，很多年前呢，在那旧时代，他们的娱乐是什么？他们的娱乐就是吃嘛，除了吃还有什么？他们没有电视机，没有电影，没有手机，没有抖音，没有 TikTok， 没有 Instagram， 没有你的 WhatsApp， 整天田里过活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吃。你问海军的人就懂了，哎，我是海军，我们在海上啊，你收不到什么信息，你的电视机开来就是一个好像下雨那种，蛮好看的，你看一下子蛮有风趣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些画面啊，你除了这些你没有了，你就是睡醒，当值，这四小时，然后就回去就要睡觉。除了这些之外就有什么？就是吃啊，只有吃是最重要。所以我们海军部队里面的厨子啊，炊事班都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不好的都给我们推下海了。我真的有一次把我的厨子推下海，我说你晚上每天晚上煮的东西不是晚上我们有一个宵夜吗？今晚绿豆，明天红豆，后天绿豆，后天大后天红豆绿豆红豆绿豆红豆绿豆绿红豆绿豆绿红豆绿，哇，给投诉的，我身为副官啊，我是不理啦，有的吃就好，但是很多人这是他们唯一的娱乐，没得吃，而且整天绿豆红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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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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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就跟厨子说，今晚如果我再看到是绿豆还是红豆呢，你给我看着。他说看着什么？我说你会知道。当晚他敢跟我煮绿豆，连续三天绿豆。我说很好，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，来，我要见你，我们在甲板上见。我说你去看看船边是什么，他以为有奖品，他去，我把他推下去。然后说船我们走，给他在那边给他淹死。他在那边喊有鲨鱼，我说不要紧，他在那边用枪指着有鲨鱼，我们打死鲨鱼。不可以，他是整条船最差的枪手。我说就是了，我们可以说打鲨鱼的时候不小心把你打死。我说你还敢不敢绿豆红豆绿豆红豆？不敢了。当晚他煮菜头粿，我在想这个船哪里找菜头粿？哇，他花尽心思想到用那些面包啊切成方粒做成菜头粿、哦、另外一天有刀霜，再一天、哦、哇，五花八门的宵夜。我说你早这样做就是好咯，不用受苦，人就是这样，要受苦了，要受了灾难的才来生。所以食物是很重要，进食，所以以前的进食，但是现在的人呢，他吃都不要吃啊。你们刚过了新年是不是啊？以前新年呢、啊、你家里的那些糕饼啊，八卦八卦肉干啊，我在想一直我们叫八卦啊，华文名字我倒不懂是什么、哦、英文名字也是八卦、啊、你看这么容易，小孩子一来啊，不不不，哇！你得等他们走之后，你又要去把那个肉干又放，等下一批人呢。现在你来到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我怕肥。”我没有讲我怕肥的，我只怕胖哎，因为只有猪才肥。你看你家里一堆堆堆堆啊，很多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吃不完怎么样？你说吃不完了怎么？很多很容易的吗？有教会，哪来教会给其他人？你们教会的其他的会有没有吗？他们也哪来？然后教会一大堆，然后教会过期了要丢掉，你们说哎呀教会真浪费。这不是教会的错，这是你们的错。你们还没有开过的你哪来不要紧，开过吃一半的你自己把它吃完，要不然你自己销毁掉，要不然呢明年呢就不要买了，把那个钱放进奉献箱、奉献袋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什么？传福音要钱，门徒训练要钱，教会合一要钱，什么都要钱的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要进食，讲到了大家一定要进食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要辛苦？为什么要辛苦？你进食很辛苦的，哎呀，肚子饿，肚子饿。人那个脸就很像很辛苦这样，为什么要辛苦呢？可以吃的吗？没有人说你不吃神就不理你吗？你那天没有祷告，神会不会听你？神会不会给你你需要的东西？跟我说，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知道有一个，他整天就喊口号的，喊口号口号。多祷告多力量，少祷告少力量，有没有听过？他就跟这个清洁工人说多祷告多力量少祷告，所以你要来祷告会不错是，但是我也佩服这个清洁工人的神学。他说我不可以相信你的神呢，因为我的神哦，我那天很辛苦，没有祷告，没有立祷告，难道他就不爱我吗？难道他就不理我吗？这个喊口号的姐妹就哑口无言。你想一想，神不是看你做什么，神不是看哦你进食啊，你什么哦你哎呀圣灵充满啊，
因为我每次听到人家什么什么但以理进食啊，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什么进食啊，进食还要有名称的，进食就是进食啦，你不要吃是你的事，不要逼别人。好像有些人说，哦，要吃这点蔬菜，要吃不要吃肉，吃蔬菜是好。你要吃蔬菜，你吃，我吃我的肉，你吃你的蔬菜。为什么要逼别人？不要逼。到最后，我要明白到你为什么要辛苦进食。现在不单止只是食物而已。你可以只要禁止你一些对于你觉得我在激励自己的生命，激励自己的灵命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禁食。禁食是什么？我们刚才看到第三到第五节，他说为什么神不理不睬你的禁食祷告，他不对你的禁食祷告不理不睬，因为你的禁食祷告根本就在做个样子，根本就是做一个样子给人看。你知道是很多人很喜欢做样子，有一些教会，我是 across 啊，就叫 across 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圣公会的海外济灾啊赈灾的一个团体啦，很不好的主教给一个叫做姓梁的做主席，就是我啦。然后每一个呢，牧师说：“哦，你啊、这是 the Korea Syria 华文是什么？土耳其啊，是不是的？我知道叙利亚 ，OK， 叙利亚的地震。哦，你们要做什么？要不要捐钱呢？哦，有两间教会，你借钱上了报纸哎。我说人家上报纸是人家的事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”正在你把你的旧衣服你不要穿了，那个破破烂烂要送给别人，人家也不要啊。现在多的是他还要请义工来把它分批了，把那些丢掉，把那些可以用的用。哦，叫你捐钱。世界上的政府啊，每个政府都接他说，哦，我们会给大力的支持的资源。你相信美国佬啊，他花在乌克兰的是多少亿，他要给这个赈灾几百万，差个天跟个地。现在我们新加坡啊，你要捐钱，这些钱要出去别的国家，你知道有多麻烦吗？搞不好在洗黑钱哦。你真的要帮助人吗？不用去很远，不用去到叙利亚，你在新加坡走几圈你就可以看到了。不要看很远，圣公会，我们的医院，我们的免费的医疗所，我们要资助的那一些在灵里面的那些 care center 的华文叫什么，哎呀，我很惨的，我的华文啊，关怀中心，很多间呢。我们那些自闭中心钱不要钱，一直在叫人捐款，没有人捐呢。这些教会的牧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打电话给他，哎，你们会不会派钱去？我说管你了，你自己家人都不理了，你还要理别人？你连你眼睛上的木板都看不到，还要看别人的灰尘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不要静下来，不要静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啊？我们做人就是要这样，你先照顾好你的家人，家人不理到处去理。我们新加坡没有穷人啊，你在新加坡我们尽量在照顾，我们讲自闭儿就好。你知道时常我去那些自闭中心，因为我是一间自闭中心的员工，有时候跟那些父母谈的时候是很伤心的，跟老人家谈，看这一个孩子之谜，他跟我说，他用福建话说了，福建话你们听得懂啊？我还是叫过老姑就老姑，死了就看一家己咯，就是我可以照顾多久就照顾多久，我死了就看他自己了。
很多的自闭中心政府开的那些只照顾到十八岁，十八岁之后他不顾，他不去理了。难道他那么那时就会突然间一十八岁就马上好了就可以？没有的，他会一直下去直到他终老。当年周大主教就是想了这些，他就是要去做这个。很多人反对，因为做这个既不赚钱又辛苦又要用钱。但是说不行啊，你不去理这些人谁去理啊？我们圣公会开的自闭中心是要照顾他们从生出来直到他老去，直到他死去，你这要多少钱吗？很多人给吗？没有。因为什么？不风光吗？没有人知道。哎，我给钱呢。哇，你看那边大地震，哎呦，我们给钱呢。我跟你说一样东西，他们两个教会上了报纸，对，很好，他们给钱，感谢主，没有赏赐。为什么？圣经教导什么？你要做善事，不要到处宣扬吗？你宣扬就是你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了，还有什么天上的赏赐啊？我们做了很多，有到处跟人家讲吗？我那天帮一个老太婆过马路，我有跟你们讲吗？我不敢讲，因为过了马路她跟我讲，年轻人，我其实是刚刚从这边过去的。开开玩笑，我讲真的，我们做东西不是做给人看，但是你因为你不是做给人看，所以你很惨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工作，没有人知道。那我们就为什么进食？为什么进食？进食就是把我们自己觉得我会痛苦，但是会腾出一些时间，会腾出一些钱财，然后去帮助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一切都是为了敬拜神。用四个字了，为了荣神益人，就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创造物的中心就是人。你所进食，所以你进这个，好像我跟你讲，我讲得很清楚，这是真的。我这几个星期呢，一直到了我可能过了复活节，我还是继续会，就是进堂，凡是有。尽量的不吃糖，有糖分的东西。不是因为我怕胖，因为我无论胖还是瘦都是这么好看。哎，一家先不要笑，是为了为什么？我是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但是对我没得吃的时候，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有点口馋，但是忍住，而不去买糖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把钱放在一个铺满里面，等到铺满满了就把它拿去教会，说谁需要的就让他拿，不需要是经过财政。你看在教会里面什么都要经过财政，这些很痛苦的，也不是财政的错啦，因为教会总是 要有一个规律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人提议我们重新装修我们的音响系统，但是只是说不需要，那就不需要了，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觉得不好你们要投诉你们觉得还行，你们要鼓励执事们做得好，不要乱花钱，是不是？我讲真一句了，我们进食，我们之所以忍住这种所谓的苦呢，是为了人，为了帮助人。这四十天给你去进食，你可能这四十天告诉自己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尤其年轻人，我除了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，除了一些重要的信息，我不看手机。我看你看到很多孩子在那边抖走出来，很像那些毒瘾发作的，
你问他你什么事，我已经半个小时没有用电话了。 你知道世界上曾经有几种啊，父母把孩子的电话充公，他们去拿枪拿刀来攻击父母呢？所以不要小看你的手机哈，但是也不要怪年轻人哈，啊，年长的啊，你不要说年轻人了，以后年长者啊，一进入教会坐下来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开手机看 WhatsApp。 那个说哎呀我不会用手机，我骗人呢，开那些简讯开那些视频多厉害啊！还有一些你跟他讲，他说我不会，但是他会开来看 4D 耶，啊，万字票，哎，哎呀，没有中，啊，多么厉害！我们不要骗自己，容身一人就是我们进食。为什么要辛苦呢？就是为了要容身一人。是以赛亚书58:1-9，你们。我们的弟兄读得这么好，你们也读过，为什么都是人就在这中心？因为到3-5节就是说我们追求什么，我们追求的是私利，剥削他人，纷争，在教会里面很多纷争。我们为什么你牧师不可以讲这些？我们要讲，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把它隔绝，把它砍掉，不要把它扫在地毯下面，然后有一天跌倒。我们的确是有的，但是我们能够吗？我们能够把它看，可以的，因为只要有追求的是私利，这是我的，你不要来插手，这是你的，我不会帮你。什么叫做同舟共济？什么叫做同心协力？教会就是要同舟共济，同心协力，因为我们的只有一个天父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是一起做，哪管我要做多一点，神赋予你才干你就做多一点，神给你的少一点你就做少一点。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同工们，他们都做了很多，他们都很有才干，我除了好看什么都不会。加塞，我都叫你不要乱乱笑，你不认同啊？没有了。你看，我们在做有一些，你可以讲很多语言的；有一些载歌载舞，有的音乐天分天赋非常高。我们需要的就是一起的嘛。你叫我上去，我会玩啊电子风琴，你会不会听而已吗？你明白？我跟你讲，我在电子风琴的造诣非常高，只不过是你不会听，不会欣赏。到现在我还没有发觉到一个也会欣赏我的音乐的人。所以我也把它荒废了。我们很多时候要想到人，想到别人，怎么去使到他得到，使到他能够增长，使到他能够。试问父母啊，你们最喜欢讲的是什么啊？把东西吃完啊！你知道哈，非洲那边有很多孩子没得吃，是不是这样骂孩子的啊？是不是？那么你们没有，为什么没有骂他？哎，你的东西不要吃这么多好，不要吃完好。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孩子发胖啊，你有这样骂的吗？没有，骂的都是不好的。我们就想着怎么去建设一个人，怎么建设一个社体？为什么要辛苦？辛苦是在于建设这个社体，建设一个同心合力，建设一个爱的社体。为什么人家要信主？不是因为讲言有多好，不是你的音乐多好，因为他一进来他发觉的是，我在这边我找得到一个爱我的社体，这边坐满人没问题。他一进来看到的就是，唉，
跟社会没有两样，我进来做什么？我进来做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如出去星期天自己去玩。你的神跟我的世界上一样的，我不敢讲会有，因为牧师也是这样啊。传道人还好一点，牧师都是很糟糕的。我曾经坐在那边想，当年受呼召，呼召的那一天就是十字架在前面，世界在后面，绝不回转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很多所谓的全职侍奉的人，呼召的时候，十字架在前面，世界在后面，绝不回转。走了几步，开始转了；再走几步，又开始转了。又看到那些会友，哇，这么哇，他有驾的好漂亮的车哦，哇，他住好漂亮的屋子哦，哇，他穿的，搞不好回转心意，但是又回不去。为什么回不去？你离开世界很久了。你已经不是很有用的人了，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做善做事啊。我为什么用全职？所以你不要去刻意的讲哦，全职人就是这样，不是哈？当年耶稣用法利赛人来做一个对比啊，做一个对比。法利赛人呢，可是灵命很高的哦，不要说人家法利赛人，因为耶稣要用一些很糟糕的人哪来跟你对比，没有用吗？你说哎呀，他跟我比比什么？但是他用一个灵敏应该是很高的人来跟你比，你才比得上，对不对？他会比得上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也不要讲太多了，在这个大灾节你自己做一个决定，你准备要怎么，你准备要怎么样，你准备要怎样做。但是我最后要跟你说，你要准备做什么的时候，你要很明白到神要你做什么。我所要的禁食不是只是食物啊，其他的只要你松开，就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神，解开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释放人从他的痛苦里面帮助他，不是只是祷告而已。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来祷告会。只不是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流浪的穷人这样的侧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而不隐藏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？分享我们有的，我们有的是太多了，太多太多，变成有的就是肥肉而已，赘肉而已。但是我们适可而止，包包一个就够了，买几十个包包有什么用啊？衣服你穿得了多少件啊？当然女生可以买多一点，因为你们要好看嘛。试想啊，所谓的好料，什么叫好料啊？吃好料可以去平时一时半时去吃一些比较喜欢吃的，你整天吃好料啊，就有你会高起来啦啊，有三高啦，高血压、高血糖哦，这些高就会高咯。但是如果我们呢学到分享，学到的就是分享，我跟你说，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赐福，你的灵命高，你的情商高，你的灵，你身上的一切好的都会高。因为神答应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必有光如晨光破晓照耀你，你也要快快的得到医治。谁得福？到最后是谁得福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做这样的事的人得福。
你的公义在你的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你想想你会将会有多么的强，你根本就不用怕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。这个不是说你今年特别祷告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不是要你去抓住神的手，抓住会答不答应，答不答应，不是。是要改变的是我们，不是他。改变我们去看到神的旨意，不要听那些超灵恩的什么啊，你禁食祷告就会的。禁食祷告是改变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灵命，我们做人的原则。你从不好变成好。那时耶和华必听你的祷告。因为为什么？在那个时候你祷告的东西就是神的旨意里面的东西，神的旨意里面的东西。你一祷告，神说好孩子，做吧，我给你，你去做。你呼求他必说，我在这里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。我没有眼镜看不到，我近视，你可以让我眼睛看得到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也给我眼镜吗？和指责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像饥饿的人是。最重要还有一句，就是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使你骨头强壮，你必有如水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所以嘛，兄弟姐妹们，辛不辛苦？不辛苦，因为里面我们会得到的回报多之又多，多之又多。但是重要的不是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去遏制神，这个是神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改变自己，去看到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工作。要小心，我并不是不灵恩，我是很灵恩，不是超灵恩。我为人祷告，我为人的医治的祷告，我为人替人赶鬼，都是信靠神的力量，难道不灵恩吗？只是我的神学并不是说是我，而是神，我只不过是他用的一个器皿。我明白到这一点，所以我对世界上一些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教导，弃之以鼻，很伤心，害死很多人，害死很多人。所以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的基本的根基，而从那边建立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真正的明了也明白你的旨意，明了也明白到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做到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以这四个字容神一人而来表扬。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清，让我们敢敢去做。感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